真的啊？哎呀，我以为是。你来来吧，你还没到干啥嘞？家里啥水果都有。哎呀，没事儿。这黑呀。我这不是诋毁了呀？诋毁了也不会买嘞。这不是，这是家里啥都有。转着转着转着，第一回来咱想给黑要买点水果吃。咱别的不知道买啥。哦，对，这儿有一个，你看往这点来的。就是，人家累了，是给黑要买点喝吃，买点水果。别的不知道买啥，给黑买点水果。不用买啥哥，你都是啥时候来的？直接进家门都这，转来的。这不是第一回来的这儿，没有来过的。他们北野来的。看姐，这是家装修的劲儿好，挺好的，姐敢大气，是吧？大家装修一下，一般装修只能做了点，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看，颜色搭配是呗？对，吃点水果。啊，没事，姐，没事。吃吧，吃吧，没事。你也吃了，我吃了啊。你这快毕业了，这兄弟搞对象了没有？没有了呀。那他不搞的，人家上大学都搞个对象，离回家了。这么说的是呗？什么父母介绍的？没有，这是大学呢，离家还离太远了，都不是一块儿的。没在对象的，那我给你说个石家庄的吧，离咱这近，行了。石家庄的？啊。那么一年能看上咱啊？看不上咱，咱一个又这么高，有什么事？到时候你俩一谈谈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这村里那个，人家这是大城市的，人家山沟沟的，人家都愿意。不说村儿村里，只要你俩见面了，谈谈。人家愿意，人家家里也不愿意。人家都不说呢。对，人家家里也不愿意。再说了，咱这反正现在人家黑黑门都是自己那啥，是呗？自由啊！你对脾气了，这都干是呗？嗯。我感觉够呛，我都感觉够呛。这给你爹妈给你说一个吧，你看你还拒绝了，你还不叫你爹说够呛，就是那啥，一个就是说不拆，他们拆了都往后出，就是你爹第一次当一个这个那个什么叫啥叫红娘是吧？啊，美人，当个美人吧，叫一个一说一口拒绝了，你爹这还能当吗？主要是感觉在这村里，从小都是村里，人家是大城市的。嗯，现在大城市的，我上书记在都是农村出来的，就是你，反正讲一人就是对脾气了都这样，是呗？能说一块了都这样。比我还愿意嘞。你爹你看长得漂亮，主要是你没对象替你着急了。你看人家爹好多大学里都搞了，你知道没？都谈了对象嘞。哥，到时候说一毕业，哎，领回家让父母看看，是呗？嗯，家里都不用替你担心了。啊，起码你妈不用托关系叫别的亲戚可以出个给我吧。那是慢慢还小嘞，就是。慢慢倒是。啊，还不着急嘞。是吧？那倒也是还小嘞。对。你要说在农村嘛，挺岁数大了；你要是说在城市吧，这就是对，上大学之后，那三十结婚没结婚的也多嘞，是吧？对。我现在我都不着急的，俺姐都上来。刚才我第一回来，俺姐都过来，我上去介绍对象，有合适了就谈。嗯，对，这个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是呗？对。嗯，这你第一次来着，你姐住这吧？不来。好不容易来一趟。不来，回家里还要睡嘞。家里有啥事嘞？家里还走会儿也回去赶家人儿，哎呀，村东可亲戚的，亲戚，人家知道心疼啊，心疼啊，知道心疼父母啊。对，放假了，人家走会儿。